是不是有什么病啊？查斯娜不舒服。哎，大姐，没事吧？ 九号选手查斯娜呢，可以说是康巴什星区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歌手。那他的这首参赛曲目《月亮湖》呢，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把舞台留给查斯娜，邀请他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月亮湖》。 你需要点什么？您喝点什么？啊，来一杯咖啡吧。孩子，嘿。
跑过来，哎呦，来，哎呀，好久好，你怎么会来啊？孩子，你什么时候走？那你准备住哪儿啊？孩子，我是来看女儿的。你有女儿吗？你女儿在哪儿啊？他在这儿23年始终没离开，一分钟都没离开过。阿姨来了，怎么在这儿坐着呢？走走走，阿姨，我请您吃饭去。啊，不要不要。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天宇，是查斯纳的。他是我老板。那不吃饭，我送你们回去吧。啊，天总，不麻烦您了。阿姨，慢点。车留给你，也许你明天用得上。我自己打车走了。明天给你放半天假，开车小心点啊！这可是辆抵债车，尽是毛病。阿姨，哎，那我就先走了，改天请您吃饭。谢谢啊。别想多了。孩子，洗手间在那儿。你去休息吧。就这样生活，孩子，不行啊！你是大人呢，你睡吧。孩子，明天带你逛逛。我有话要跟你说。这有一个大型的音乐喷泉，明天带你去看看吧。
几点了？还早呢，再睡会儿吧啊！很久没给你做家乡的蒸饺和奶茶了。你也吃啊！哎，在家的时候，你最喜欢喝阿姐给你熬的奶茶。阿舅，一边喝一边问呢。这是不是用金子和玛瑙珊瑚熬的呀？怎么这么好喝呀？嗯，我还挺幽默。你还记得小时候阿姐常给你讲的月亮湖吗？我想回去看一看。你跟阿姐一块去啊？去不了。你小时候老是念叨着想去看月亮湖。阿姐是在那认识你阿爸的。阿爸？我还有阿爸？你胡说什么呀？没你阿爸。你是从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睁开眼看到的只有你，没有别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他，我不是照样长大了吗？阿爸，阿爸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而已。到今天，甚至都没有哭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阿爸，我不敢哭。我怕我哭了，没人教我去怎么擦干眼泪。不要怪罪你阿爸，他在我心中是英雄。他是你的英雄。不是我的，孩子，我这就要跟你讲讲你阿爸的事儿啊。晚了，没这个必要了，我不想听。饺子还没吃呢，你再吃点吧。吃饱了。阿姐是爱你的。我已经领教过你的爱了。如果你还记恨当年那件事，阿姐来给你解释。
你省省吧，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做任何解释还有什么意义？查斯娜，你这是跟阿姐说话吗？阿姐是不想让你带着怨恨生活下去。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了，就算我求你了。有些事儿啊，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年轻，阿姐没怪罪你，但你不会永远年轻啊。你也要长大生子，做阿姐，对不对啊？在学校你是老师，回到家还要当老师，你会做阿姐吗？你也需要阿姐，我们谁都不需要谁。我不需要你，我不知道你来这儿要干什么。我都离开四年了，你还要来打扰我现在的生活？是三年十一月零五天，阿姐始终没离开过你。阿姐来这儿找。远远的看着你，不敢惊动你，生怕你再次消失。那时候真的希望你喊一声阿姐。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不要再跟着我了。Thank you.
家。你还是把我送到汽车站吧，我再没时间了。那儿曾经是我们的家呀。你一定要去月亮湖吗？你跟阿姐一块儿去。天总，怎么样，玩得好吗？我已经离开康巴什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请假呢。出城了？不是，嗨，完了再说吧，我过两天就回去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不用，那个我开车呢。看得出那是个好小伙子，把过去忘掉吧。孩子，人生重要是选择，但难免有时候会选择错的。你是在说我吗？我不知道自己选择错什么了。点点的彩云，是你缠绵的微笑。这是你阿爸最喜欢听的歌，那时候他总唱给我听。既然他那么爱你，这么多年了，他在哪儿啊？他离开我们。这么多年我忘不了他，就是因为他给了我爱，也给了你生命。这有意义吗？他给了你爱，你孤独了一辈子，给了我生命，我却23年没有阿爸。怎么了这个？这干什么呢？回来！干什么呀？在那多危险呀！想帮你，你能帮我什么呀？你一帮我，我的生活就出乱。我那是为你好嘛。你不管我才是为我好呢。孩子，孩子，你快看，看！你还得赶紧休息，要不然有没有油都不知道，还得出麻烦。嗯，哦，知道了，谢谢师傅。
您好。你好，有标准间吗？嗯，好像是没有了，我再给您确认一下。不好意思，标间没有了，只有一个单人间。可以，就这样吧。你开了一天车，早点休息。给您房卡。谢谢啊。孩子，吵醒了，你怎么了？没事，可能是有点累，去睡吧。把这两片药吃上，暂时缓解疼痛，明天必须得去大医院检查。谢谢啊。好好照顾你妈妈。嗯。你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明天咱们还是去医院吧。其实现在我很开心，因为有你陪在一起身边。大夫，我得的什么病啊？是原发性颅内肿瘤。我还有多长时间？告诉你，而且得的是恶性。
田总。你到哪儿了？你是不是怕我把你的车拐卖了呀？哎，你看你看，你把别人的关系都说成什么了？我这人是不是有病啊？那么多美女追求我，我都不动心，哎，偏偏就喜欢你这朵山丹丹花。我看你呀，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的生意吧。哦，对了，比赛的事儿怎么样了？我打电话来就是告诉你这事儿的，大奖赛推迟了。为什么？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这下可好了，你可以继续逍遥城外了。真的不用去医院？不用，我的病我清楚。路不通了。只能走那条土路了。宝宝，我叫太阳大的青，青又大的青，比欧姆个大大的青，比欧林胡胡南大的青，都太能胡混起了，对吗？胡混起太难得了，不归太阳个大的青，比胡混个三三个大的青，哎了。等一下，이니호마누스참에그친우리가누구빨리너응오연친이오네그러지진비치기쉬워요비비찬쉬워비부르겠다은민이어머가죠은민이아버은민이어쩌함긴방비많이부르겠내린힘불래비탄흘죽고비야시드고진야시드기믿는못고시대김바오이 진하시기그친하외가뼈먹을줄알았다이모가지금하외가사른노라유사른노라우호해봐어머가졌어사른노라떴라토른디그네베이터가드라
이 잡진. 三瓶水。哎，好嘞。来旅游的？不是，去月亮湖的。你既然来了我们这儿，不如去我们这儿古玩一条街看看去。哎，对了，那儿的石头啊，也很出名。哦，我好像听说过这儿有古玩一条街。对呀、啊。在哪儿啊？就在前面，往右一拐，到那儿你就看见了。啊、哦，好的，谢谢师傅。不用谢。哎叫老柴，蒙族名字叫图热西。我真的是在哪儿见过你们？你看我这记性，你瞧，我死活就想不起来了。你瞧瞧我这记性。哦，我想起来了，我们是见过面。你看看，我就说嘛，动物园。你怎么这样跟人说呢？哎哎哎，二位。看看我这块石头怎么样？怎么样？啊，大姐，您看看我这块石头像什么？挺像一颗鸡蛋。哎呦喂，大姐，您真是好眼力呀！我告诉你，我这块石头啊，那是经过了河水一天到晚不停的哗哗哗的冲刷，十年、一百年、一万年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哎，这是啊，河水跟石头之间的缘分，也就像咱们之间的缘分。大姐。您看看，您看看这石头里的小黑点，您看，它像什么？我看看，你看它像不像一只小鸡子藏着？哎，你越打量这块石头，你就越会发现它的神奇之处。真的吗？当然，今儿啊送给你们了。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叫咱们之间的缘分。我们又不认识，你开个价。开什么价啊？其实有价，情无价。不过你要是实在觉得过意不去的话，那我就收一管理费，500。哎，400，300，200，给你加50。哎，好，250。要干什么？我来帮你看看。就你？上车等着。哎，发动一下试试。真的谢谢你啊！谢就不用。大姐，你们这是上哪儿啊？能搭我一截吗？搭车免谈。孩子，能烧就烧一截儿吧。你怎么看谁都可怜呢？就不可怜我。让他上吧。哎，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这大姐人真好。哎呀，我让你上车了吗？哎，我告诉你啊，刚才我可是看了，你这车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趴下，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实话告诉你们，玩石头那是我的个人爱好。本人汽车专业维修技师，八级。哎，小母乖，你这是要上哪儿啊？他是到月亮湖。哟，去月亮湖啊？巧了，咱们一块儿去。你也去月亮湖？啊？你看我说什么了？我们有缘分吧？
莫不是你也去寻安？那是。哎，你们知道吗？来，据说啊，这个男人啊，就像我这模样的男人，喝了这湖水，立马变成帅哥；这女人要是喝了这湖水呢，立马变成仙女；这孕妇要是喝了这湖水啊，行，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你说的没错。结了婚，我打死婚闹起结，明白也是。听说这湖里有很多的宝贝，往湖里这么一放一摸，哇塞，一块万年打磨、千年不遇的绝代宝石就被你抓到手里了。正面看，是一副江山如此多娇；翻过来看，哟，是一副观音菩萨。这时候，立马就有人走到你面前，毕恭毕敬地对你说：“先生啊，老板啊，求求你了，给你300万卖了吧。”30万啊！我有这30万，立马给我的千金买一个长生不老的大保险。还有这保险啊？你女儿多大了？我女儿啊，还在我老婆肚子里呢。说实话，我有一儿子，这儿有问题，所以说啊，这回说什么也得让我老婆给我生一女儿。听说过求儿子的，还真没见过求女儿的。女儿好啊，女儿可是我的福祉，那就是我的猴头马脑。是吗？女儿有那么好吗？啊？哎，小木头怪，你这抱的是什么宝贝啊？给土耳其大叔看看好不好？哎，看一下嘛，看一下嘛，来嘛，看一下。哎，嘿，这臭小子，怎么跟我那傻儿子似的？哎，放魂给我是吧？今儿我就不信了，我还非得要看一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那，你给我看。还是孩子呢？快，你给我看看。臭小子，哎，嘿。Энгэр байхгүй. Сэтгэл дотор ихтэн байж шээ та. Сар нуурд очиж эмгэж ярина гэсэн биш үү? Хөрхи. Тэгэхээр. Ача салхин хурд.怎么了？谁知道啊？又坏了。哥哥，我东西偷，小妹妹她是在哪留？手拉着那。什么货车呀？太不靠谱了！哎哎，停车停车！哎，师傅停下停下！这事我可不能不管啊！这不管这缘分就没了。拿这个破车来抵债？马车呢？没用，还是让我来帮你看。你这破车呀，哪儿哪儿都是毛病。这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就像人生一样麻烦。不过啊，挺有点意思。OK， 八级，不白拿吧？哎哎哎，我不管。也行，快点上去，快点上去。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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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放松。这家伙，这臭小子挺有劲儿的啊！你知道你压碎的是压碎的什么吗？嗨，不就是一只破鸟窝吗？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希望。他是孤儿。道歉。 这什么情况这是啊？不行了，这车得推，这车得推。好，来，准备好了啊！一、二、三，走！就是你，超级道，这怎么办？我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啊？对吧，大姐？我来，孩子。 我又看到他了，我又看到我的小伙子了。他是那么样的快乐，你每天都能见到他。40多年了，每到夜晚，他总要来看看。 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我不想走。
生走向死亡，就像河流向大海。我还有没了的心愿，我想他，他不就在你心里吗？是你女儿吧？她一定像她阿爸，她就是你的生命。玛尼巴奈吽，玛尼巴奈吽，玛尼巴奈吽，玛尼巴。就像河流向大海。他会保佑你了却心愿的。帮忙吗？对对对对对，太需要了，太需要了。撤！撤！撤！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没关系没关系，太感谢了。哎，慢走。啊，草原人民真好。回家吧。呼吸。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奖赛又重新启动了。啊，什么情况？你入围了。啊，太好了，终于入围了。怎么样？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马上回去，我得赶回去了。不会吧，这马上就要到了，你不能就这么把我们搁半道吧？对吧，大姐？我把你们送到汽车站。大奖赛对你很重要。当然重要了，为了这一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啊！我说什么也得回去。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去月亮湖，你会后悔的。
肯定后悔。我要是不回去，那才叫后悔呢。大姐，大姐，坐好了。哎哎哎，看前面，看前面。你会开车吗你？对不起啊师傅，我没看见，我赔啊。你肯定得赔，我也是给人打工的。你看，你说多少钱吧，我赔行了吧。哎大姐您别动，有我呢。这花我就不说什么了，这车都动不了了，你说怎么办？哎，你这是要讹人啊！我们都说要赔了，你想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现在都是几点了，人家还等着要货呢，你说我怎么办？给我地址。对，他送。멀든사층에르힘타브흠한사연바찬오。今天是我们最尊敬的巴德玛医生的生日宴会。让我们欢聚在一起，共同度过这美好的时光。啊，你好，请签收。好的，请稍等。老板娘，来束百合。送给姑娘的吗？啊，不是，哈布尔不是回来了吗？这花是送给他的，我可是他的铁杆粉丝。哈布尔是那唱歌的哈布尔吗？接下来我们有请著名的草原歌手哈布尔和他的爱妻献上优美动听的歌曲《月亮湖》。彩云是你缠绵的微笑，草原的微风吹拂着你的笑容，海的清澈的情，海里的他的白。我喜欢听这首歌。那我以后只唱给你一个人。好吧。停车！孩子！哎！咋死了？
看见他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加大奖赛吗？就是为了能让他看见我。你看看这个，贾斯娜，我走了，请原谅我不辞而别。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当我面对你那纯真的目光时，我总想把真相告诉你，但我没有勇气，因为我怕失去你。我有妻子，而且她已怀孕。是你的母亲让我幡然而醒，是她让我懂得了爱和责任。在你和我的家庭之间，我最终选择了家庭，因为我必须要为我的家庭承担责任。再见了，贾斯娜，再见了我们曾经美好的时光。为什么不早点把信给我看？当时给你看，你能接受？一个初恋的女孩，就像一头发疯的牛。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想让你失望。对哈布尔，对生活，那你应该告诉我呀。你没给我机会。宁可让我恨你，你还怎么恨我姐啊？哎，他娘亲吧？那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你看，学会擦泪并不难吧？你怎么了？又犯病了，我们去医院。小木头怪，你和土耳其大叔之间也有一个秘密，来，跟我来。我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是在开玩笑吧？就像我小时候不听话，你就会吓我，是不是？你这是在吓唬我，对吗？我就真的舍不得离开你，我们一家人再不分离。你不能放弃。我们去大医院看病，去北京，去上海，好吗？不用，已经太晚了。阿姐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去月亮湖。难道去月亮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是我和你阿爸相约的地方，我们在那儿相遇，在那儿相爱，也约定月亮湖是我们生命最后的归宿。一个爱能让你等他二十多年，
是草原上最棒的驯马手。一次被请去轰格尔大草原驯马，正遇上洪水，一家牧民的房子被冲垮，你阿爸为了救他们家的孩子，自己被压倒在废墟下。等我得到消息赶到时，你阿爸已经离开轰格尔草原，临走给我留了一句话，让我等他治好了腿就回来找我。果然在你离开家不久，他托朋友找到我，我才知道你阿爸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他怎么了？他的腿没治好，他知道自己永远失去双腿，再不能给我带来幸福和快乐，他不想成为我的累赘，所以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你阿爸当初选择离开，就是想对我负起责任。他这么做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无奈呀！孩子，有的时候选择离开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你选择了等待。不是等待，是坚守。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选择坚守？因为你的选择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遇见他就好了。人生不能假设的，太多的如果只是遗憾。你阿爸值得我为他坚守一辈子。的离去是为了那份爱和责任，为其选择等待也是为了那份爱和责任。他们心中坚守的正是我们渴望而久违的信念。如果当初乐基对女儿也能有一种信任，把真相告诉女儿，我们就不会有那么久的分离和痛苦，女儿就能更快地成长起来。再见。哎，你有意？性格的。一不懂格的么？他那肚里他的一毛老子么？嗯，他。嗯，他是哪个子？嗯呢？嗯？嗯？这是什么呀？我就这模样啊？啊？你从哪儿捡这么一块破石头啊？真是项目的怪。罗亚西，我打到了什么？妈。好了，你现在家里人多了。我现在家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给家里打个电话。喂。老婆，我马上就要到月亮湖了。是，老婆，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不不不，你说什么也得等着我啊！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孩子，停一下。你要干什么？啊，你们等我一会儿，我陪你去。不用。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查斯纳，这一路上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可是一声妈都没叫过。你要是再多说一句，你就下车。好好好，我下车行了吧？说什么？我该怎么办？什么情况啊？这不耽误事儿吗？这不是？这没到月亮湖呢，这仙女就下凡了。我叫他们娘们个叫都带俺去玩呢。喂，你说什么？我的祖宗，我的祖宗，我有闺女了，我有闺女了！啊！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我有千金了，我有千金了！快回家，看你的宝贝女儿去吧。行不快？这个送给你。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土耳其大叔现在已经有了真正的豪头玛瑙了。祝福你，回家看你的女儿去吧。对对对，再见了。哎，你怎么了？啊？看不见了。回来了，还有我们的女儿，她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孩子，我希望你懂得
生活，懂得去爱。这是你阿爸临终前托那朋友捎给来的，希望我坚强。狼牙，对狼来说，狼牙等于狼命。狼没了牙，就是没了天。狼所以强大，能统领草原，靠的就是这四个狼。明白。гэртэй харья. Өмөг өжө бид гэртэй харьлаа. Үйтя.我既希望我懂得生活，懂得去爱。月亮湖告诉我对生命的敬畏，还告诉我要学会感恩。再见了，月亮湖，我还会回来的。